你这说的叫啥话呀？我说的是大实话。你想想啊，如果真的酿成大事，完了又搭建五三条人命，那咱们楚川县摘下的乌纱帽，我估计能装办卡车了。摘乌纱帽还是次要的，弄不好还得有人进去。这要是真的出了事儿，你就算是受了处分，你这损失能挽回来吗？那是。老李啊，我看这样，咱们常委会啊，要开个会研究一下，在尊重史事这个基础上，要隆重表扬一下灭山工程队。好，表扬一下这20几个英雄的小伙子，这也是弘扬正气嘛。是。另一个就是关于你说这个修路这个事儿，我看不如把这个工程队就盯上去，关键时刻让他们发挥一下作用。石书记，咋了？啊，那个，您刚才说这个隆重的、大力的表彰他们、奖励他们，这都没问题。我觉得你让他们顶上去，这好像不太合适。他们也就是个刚成立的山村施工队啊，这挖挖土方啊，搬搬石头，出点力气，干点力气活还行。 你让他们去修路，这恐怕他们没有这个实力。老李啊，我倒不是这么看，我倒觉着他们这敢打敢闯创业这种精神，这就是最大的实力啊。更何况，这不是由专业公司带领他们指导他们吗？是吧？那倒是。就这样办吧。你通知一下白狼，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一下。 哦，对，还有一件关于白狼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关于他们那个合同纠纷。你说这个白狼啊，他也不顾及自个儿的身份，居然动手把金立公司的经理给打了，你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。啊？嗯，还打人嘞？你打的还不轻嘞？就是这么个事儿。 要求追加这760万，估计要泡汤。哎呀，这真是太危险了啊！这个路啊，真的是容易出问题啊。白书记，搭把手。哎，来，咱俩一块儿把这车给抬过来。哎呀！ 那树上挂那么多彩条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三道拐呀，不管什么车都爱出事儿，所以这二先生就说这儿邪性，说这儿缠，就在那树上绑个红布条子，一个是提醒这来往的人，第二个呢就是说吉利。啊，哎呀，村里这条路啊是非修不可，不然这车来车往的也不安全呀。咱们反正工程队已经成立了，咱自己弄。 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我上哪我都让着你了。这吹牛还让着我？哎，啊，你明天帮我看一天店呗。行啊，明天你有事儿啊？我要带丽丹进趟城里。你跟丽丹进城干啥去？相亲。相亲？给谁相亲呢？哎呀，丽丹她表姨给介绍个对象，说是装修公司的老总呢。 那老总，那得多大岁数当老总啊？岁数呢，确实比丽丹大一点儿。
但是呢，人条件好啊，离婚的，没孩子，有房有车。我不去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我就是不同意。你想烂在这山沟子里啊？就是想要烂在这儿了，怎么了？你敢？我就敢。我告诉你，丽丹，你要是想嫁给马志刚，你那是痴心妄想。好，妈，那今天我把话也跟你说明白了，马志刚这辈子我是嫁定了，谁要是想拦着我，他也是痴心妄想。刘慧，你给评评理啊，这不是放着阳关大道不走，他偏要惯在独木桥吗？这，哎呀，别吵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说话呀你啊！你好好说，你说句公道话呀！不是我这公话，我听话，你说话呀！这么好的条件上哪找去啊？傅建好，傅建好，你怎么不嫁呀？哎，你说的是人话？不是啊，不是傅建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！你妈这你刘叔子都等多少年了，这不能说这话啊！你们俩那就是一伙的。不是，哎，丽丹，丽丹呢？快！哎呀，别。你这是干啥呀你？哎，你说我这么多年把他带大容易吗？哎呀，他翅膀硬了，还给我顶嘴了，我连死的心都有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你要嫁给马志刚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哎，你小点声吧，外人听好像我把你咋地了？行行行，回来。哎，二先生，哎，排戏呢，排戏呢，排戏呢，啊，入戏了，慢点。那个买啥呀？吓着我了都。来，给我拿两袋奶，一袋鸡精。啊，家来客人了吗？还要啥？别的不要了。哎呀，今天没带你孙子来哈，玩去了。这戏排的，你说。15，15。哎，行，给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哎，给孙子带个棒棒糖。哎呦，免费了免费了，谢谢二先生啊。好嘞好嘞，你们继续排戏啊，继续排啊，常来常来啊，常来一准来。好，来来继续排啊。你行啊，这他张姐这嘴最不好，这说咱俩说咱俩啥呢？你听你讲的，行了好了，行了，我的妈，行了。那孩子，你看你跟他叫什么？有事好好说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开这个良委会啊，主要说这么几个事儿啊。首先是秦岭他们顺利的从工地回来了，圆满的完成了任务，啊，也是咱们这个小工程公司的开门红。但大伙儿这也都看见秦岭头上的伤了，开门红归开门红，昨天晚上秦岭他们在那个三岔路口。啊，那三蹦子翻了，脑袋差点开了瓢，多危险呢！那个地方就是邪性，张二先生老在那歪脖子树上挂几个红布条，说是吉利，这我看也没啥用啊。不是，这不是邪性不邪性的问题。我跟秦岭今天早上又去勘察了一下那个三岔路口，就是那儿的弯太急了，路软老翻浆，所以那段路呢就老出事儿。所以今天下一个议题呢，就是要说修路这个事儿，啊，修路啊！哎呀，那可是10多公里上山的路啊，那得花多少真金白银呢？老话说得好，要致富先修路。我觉得有时候啊，咱们就是对这个修路的重要认识不够。对，不，你说这话哈，我不同意。这前几年国家批款，咱也修了进村的路啊，而且不止修了一次啊。是修是修了，而且确实不止一次。但是才几年呢，跟没修有什么区别？那是路哎，那不是画，是要走的。你看，牛走、马走、车走、人走，还有小羊。是，谁走都是正常走。那没过火车、没压坦克的，怎么就咱们这路不行啊？那归根结底那是质量问题，就是质量问题，就是质量，质量问题。不是，你啥意思？我当时就负责这个工程，我没发现有什么质量问题。你拿出证据来，到底哪出现了质量问题？江主任，你别激动，来喝点水。咱们不说以前的事儿，那都翻篇了。这段路必须修，芈月山要发展，这是当务之急。这个电话。哎，李副县长，您好，您好。我那个打电话给你传达三个信息啊。第一，你们修路队的小伙子们扑火救人，
今儿早上已经上了省新闻了。我向石书记报告了，石书记非常高兴。那个县里马上要召开常委会，这个讨论研究一下对你们这些小伙子进行表彰奖励的事儿。第二，市里的储壶工作施工出现了点问题，县里的决定由你们村的施工队顶上去。这可是我在石书记面前为你们争取来的啊！太谢谢李副县长了。我们现在正发愁呢，这下一步这活怎么接？有活了。我这就算是雪中送炭了啊！这第一、第二高兴的消息说完了，接下来咱说说第三，可就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了啊！你们居然聚众殴打了金利公司的赵经理，你这影响太坏了！你是党员干部，又是第一书记，你一定要做好配合组织调查，端正态度，等候处理。是。你呢？继续好好的工作，啊！先写一份检查送过来。哎，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李副县长。咱们之间啊，应该经常的好好沟通沟通，消除误会嘛。还希望李副县长以后多多关心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工作呀。我们施工队啊，昨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扑灭了着火的大客车，救了53个乘客的生命。今天早上省台的新闻都播了。哎呦，那出名啊。这李副县长呢，郑重地表扬了我们兄弟们，好样的，给芈月山争了口气。这回出名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石书记又给咱们这个工程公司争取了一段储壶公路的活。哎呀，白书记，李副县长是不是还说啥了？啊，我打赵经理这个事儿我负责，啊。哎，这个赵经理他欠揍啊，根本就不是咱们的责任呐。咱们先不说这个事儿了。您好，我想借一下东西。好的，这个需要填谁还免单。行，好的。以后这个东西需要大概看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以后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们勘探队用的矿药，您看一下。这些都是吗？对，都是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批评归批评，表扬归表扬，咱们还是接着说咱们村修路这个问题啊。修桥铺路是积德的好事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好，但是钱从哪儿来啊？这催糖人还得有块糖稀呢。那江主任，那您先说说有什么解决这个钱的办法。我要是有办法，不就早解决了吗？白书记，你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，你跟上面要点钱呗。江主任啊，我发现您真是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这个事儿咱们开发旅游的时候不就已经讨论过了吗？而白书记也说了，全国几十万个村，啊，要都给钱，那中央钱从哪儿来啊？咱别抬杠行吗？抬杠？我没抬杠，我是村主任，不是孙悟空，拔根毛铺一堆钱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村委会也不是我一个人呢。这儿，猫有猫洞，狗有狗门，是吧？咱就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吧。我发现江主任一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，就想到我们大家了。哎，对，那你啥意思？那你的意思是我掏钱修这路呗？呀，那你江大主任没掏钱，那你们家那小楼不是也起来了吗？我家小楼咋了？那是我儿子在城里挣钱给我盖的。啊，
因为偷二赔抢，三赔犯法，我还想再起一层呢。怎么的？哦，要当村主任就得掏钱修修村里的路啊！你打听打听去，全县全省哪条路是村主任自己花钱修的？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啊！谁让你自己掏钱了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咱们村100多户，几百号人，那怎么就你们家小洋楼起来了？你们家开银行的？不，用了话你说话要注意点啊！你说话要有根据啊！我是贪了，我是占了，你说清楚。我要是有证据呀、啊，不在这儿待着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咱别扯远了，成吗？咱这不是在说修路的事儿呢吗？说啥呀？县城的路都不走。江主任，你别太激动了啊。有什么说什么，挺好的啊。江主任，你刚才说，县城的路是哪条路啊？人家湛川集团的金总啊，人家说了，是吧？人家可以无偿的帮着咱村里修路，我觉得这个事是一个难求的好事。是，咱头几天啊跟人家发生点不愉快的事儿，但买卖无仇家，凡事抓大头，咱得顾全大局吧，不是？那他不会白给我们出钱吧？他缺心眼啊，他也不是散财童子。人家的意思呢，是要跟咱们共建共赢。你看，温泉小镇建好之后，他答应了，咱们家家户户都有洋房住。那我也能住上洋房了呗？那这不跟弯腰捡钱一样吗？哎呦，我也想住洋房。共建特色小镇，我同意，我坚决同意。我之前跟他说过，必须要严格遵照中央的精神。不能借着盖特色小镇搞房地产破坏生态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金湛川他能按照这几点去做，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？那得了，你搞开发就得占地砍树，是吧？开山搞基建。行了，甭商量，没钱。那没钱那还商量什么呀？那就是我的洋房住不上了呗。你别研究了，散会散会。闭嘴吧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宣布散会啊？这不瞎子看戏白搭吗？我住不上洋房了。行了，你不光瞎，你耳朵还聋子的耳朵呢，真的啥也听不进去呀你。依我说呀，咱别一条死胡同走到底。咱能不能换个思路啊？您说。前几天我看赵经理他们啊，用建筑垃圾垒大坝，说是为了修路。后来我也在想啊，如果这建筑垃圾能修路，那就好了。咱就省得跑远处啊，再运送垃圾，再运送沙石，回来再做电梯了。您是打着盹想的这个事儿吗？建筑垃圾修路，你怎么不拿白菜帮子修路呢？我看你是白日做的。是，王支书，您接着说。算了，我也就是白日做梦吧。我觉得王支书啊说的是个思路。这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，有些事情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儿。您是第一书记，您嘴大，您说这个事儿是坏事，它就是坏事。哎，这坏事变好事了，它就是好事。这建筑垃圾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泥块儿，那玩意儿能拿来修路啊？那人秦朝的时候，修长城还没水泥呢。我听说那时候用的是糯米粥。咱这样吧，把全村的糯米咱收集收集，熬粥吧。你脑袋进屎了吧？什么说话？走，熬粥去，滚！哎，急了。我再隆重介绍一下啊，邱总，邱光明，是我读 EMBA 时候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企业家，光明老总。邱总，邱总，你好，你好！没想到跟我们领导还有这层的关系呢。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失敬失敬。我跟你说啊，邱总可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、实干家，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老同学，跟您打住吧，水高可漫不过船去。哪像李副县长您呀，官场、商场根深蒂固。从政经营两方从容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现在是老朽，我是不中用了啊。你们二位那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什么栋梁之才呀？上次还不是被你们那个第一书记给耍了吗？
小小的车道沟里翻了船嘛。光明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打我老夫的脸了啊。不过也是，那块石头啊，确实绊了不少人。石头再大能大过山，我坚信咱们李副县长才是那座山，而且呀，还是座威虎山。你等一下，这才叫过奖，过奖啊。邱总这回来是给咱送宝来了啊，你弄的那些东西，我觉得呀，咱们还是这个格局小了，眼光短了。你说那玫瑰谷那是块风水宝地呀，哎，我你说那地儿千金不换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呢，我们鼓弄来鼓弄去，弄一个什么特色小镇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地产生意，是不是？但是邱总不一样，跟邱总的规划比起来，我们那个就是区区的幼儿园的小儿科了。邱总这回给我们带来的项目，那是世界级的。老板，客人到了。来，文化。金总。哎，这怎么连饭桌都没有啊？哎呀，这没正经桌子，没正经凳子。好嘞。这位老板，您的房间在那边，是个单间。我还单间？单间，单间。别介，一块儿吃吧。咱们先按个脚，然后再一起吃饭。我吃饭，我还单间吃饭。单间，单间。那你们过，我先吃，我先请，去吧。哎，金总，来坐。喝水，喝水。啊。这还是没饭啊？您先躺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啊，服务员一会儿就来。心眼了，怎么活动的？村委这开这两委会啊，那王石子提出来，说是想让这个金利公司到那个建筑垃圾啊用在修路上。白朗居然没反对，我看这个事儿啊有戏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白朗，他同不同意建特色小镇？嗯，他说是坚决同意。但是呢，他就按照那个中央的要求来。哎，我看他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。其他村委都什么态度？其他除了我跟江文化以外，都是墙头草一边倒啊。啊，你说说你啊，在村里干这么多年，怎么就混成这个样？哎呀，当家三年，狗也闲呐。啥意思啊？来人啊！你们这是晒咸鱼呢？嗯，你说这修路跟建特色小镇这两件事怎么办呢？这是一回事儿。一回事儿？就是如何让芈月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件事儿。哎呀，这白朗在中间横七竖八的拦着，人家嘴里也是这么说的，想让芈月山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他现在是个土皇上，这一亩三分地啊，现在人家说了算，不是？这是个认识的问题，根本上还是感情的问题。他白朗是生在这块土地啊，还是长在这块土地啊？他对芈月山有一毛钱关系吗？你就不同啊，山亲水亲人亲，
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死了埋哪儿啊？不还得埋在密山吗？倒是这么个理儿啊。可人家呢，人家捞完政治资本，还能在这儿待几天？这闽越山的天下不还是你江建国的？你得亲民，你得有群众基础，你得让老百姓吃到甜头。人家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，你呢，就江文化那么一个跟屁虫，还是个半副下水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修路的事儿啊，实在不行我包了。老板。哎，别叫老板，叫主任、领导。好。哎呀，主任，结婚了吗？我老丈人还打着光棍呢。哎，对了，你有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个，我跟金总可是老朋友了。哎，我还真有个合适的。哎，那咱可说准了，尽快安排见面。作为商会的会长，我得再给闽越山的老百姓办点实事儿。但特色小镇的事儿还得你出马。这白朗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啊，我看他是不会松口的。不怕，你回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，大张旗鼓的做工作，跟他们说，咱们建这个特色小镇的项目，就是在给闽越山村盖洋房，每家一户，按人头分平米。你跟他们讲，特色小镇已完工，每家每户都可以到镇上工作，五险一金，月薪不少于3000。明天我就给你发任命书，你兼任特色小镇的保安经理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职位可相当于镇公安分局的局长。哎呀，谢谢金总。哎，这好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一件好事，你说白老师再拦着，这闽越山的这老百姓还不得给他活吃了吧？你终于开窍了。嗯。哎，这乡里和县里都同意没有？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去办。好。说，轻点儿。花，干啥呢？叫出来。哟，你说你也是啊，真是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呀！上房揭瓦，你看我这有好瓦吗？那房子那漏雨，我一会儿心想给修修。行了，不用修了，都马上住洋房了，修啥呀修？焦主任，你这吃饱了拿花子逗闷了是吧？这老房我住踏实就行啊，我还住洋房呢。行了，评定丑吧，你听我跟你说说。行了，正好你来了，你帮我搭把手，你帮我把这瓦运上去。跟你说正经事儿了，你好赖话听不明白呢，怎么？不是你，我听明白了，但是我不信啊。啊，是，自打白书记来了以后，咱们村是有点变化，对吧？水电、手机信号，那也不至于这给咱们全村盖房的程度啊。你，哎，你这个事儿啊，说到根上了。这个事儿还真得靠白书记，他只要一点头，咱玫瑰谷就变成特色小镇了。到时候不用你操心，有人掏钱给咱盖洋房。啊，你是说，白书记只要这上嘴唇和下嘴唇一闭，嗯，就有人给咱盖洋房？那这白书记那就没事儿，就上下嘴唇就闭呗。你说那天上再掉馅饼那多好啊！你看还不信是吧？你看我干啥呢？这就开始统计了，到时候是按人口分平米。你想想你自己吧。一个老光棍能分几平米啊？到时候连鸡窝那么大地方都没有，赶紧琢磨琢磨，跟二先生早点结婚吧。
你这，娇儿，你说有鼻子有眼儿。我没给你磨牙啊，你爱蹬不蹬，你要不蹬啊，到时候连鸡窝那么大地方都没有。行了，修吧。不是，哎，娇儿，你别走啊，你帮我把瓦运上去啊。 李丹，你说你是我亲闺女，妈能坑你吗？您是我亲妈吗？要不明天咱俩去做个亲子鉴定得了。废话，亲子鉴定打死你！那您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嫁给我不爱的人？我有爱的人，你却非要棒打鸳鸯。爱，有用吗？你妈这辈子就被这个爱字坑苦了。 妈掏心掏肺的告诉你，那过日子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爱不爱的两天就没用了。谁说爱不爱的两天就没用了？江叔，啊，哎，这不能落下呀。 你要说爱不爱的没用，但是你电影里那些年轻人咋就爱他那么死去活来呢？也是，你说，按过去咱这点穷的兔子都不拉屎，爱不爱的也就顾不上了。那我信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你看看咱们野山，大有前途。我敢说，谁将来啊进咱这块风水宝地，那就跟，哎，就跟啊转北京户口一样难。 江主任，你这是吃错药了，还是没吃药就跑出来了？这药不能停啊！你怎么跟主任说话呀？好歹我是一村领导，你咋这样啊？哟，你这要不提醒我呀，我都忘了。可见你多少年没正经说话了。那不是白书记带的好吗？跟着白书记学啊，准没错。哟。 江大主任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白书记的好话呀。我这人就这样，哎，人家干得好，咱就服气。现在呀，白书记只要答应跟人展船集团合作，有了玫瑰谷特色小镇，就有了咱们村的洋房，每家一户啊，按人口分平米。你看，哎，我正在统计呢嘛。你是怎么还添新毛病了？我没给你开玩笑啊，现在就报名，不报拉倒。 到时候没有卖后悔药的。行行行，江主任，哎，这腿太快，我找了好几家都说你刚走。那试试，腿快过来生气啊，腿快啊，那都跟吃辣椒了似的。这生什么气啊？这一天吧，不是说你们统一统计吗？统一统计也统一生气呢，还统一。对吧？哎，你想，哎，咱俩签一下，签两家。 你最好找个人生个孩子，双胞胎，一下签四家。不是，我找谁生孩子呢？我生孩子，我得跟你生啊！你这，签一下，签两家，快点，等着呢。哎呀，行不行？你真行，你说你，哎呀，我这火气太大，这跟这个活好像就跟我自己干的似的。我这是为谁呀？ 这你是生什么气呀、啊？你说这事可能是好事儿，咋上这是当一家当两家？你看你咋这样啊？拐边儿。不，江主任，哎，走错门了吧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啊？哪儿啊？瞧您说的，我就是觉得有点意外。哎呀，我听说你们施工队明天就要出发了，我顺便过来看看你。那我这是受宠若惊了。你现在怎么学的那么外道？ 我跟你爸一块光屁股长大，我上你家来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是。
您是有事儿吧？这说有就有，你就说没有吧，还真没啥大事儿。有事您说，没事我也忙着呢。嗯，跟李丹谈恋爱呢吗？咋了？你看，别紧张啊，我问你是为你好啊。你知道二先生为啥反对他闺女嫁给你不？为啥呀？嫌你穷啊。哎，你看看你这院子啊，再看看你这房。哎呀，要是住上金善川给这洋房就好了。嗯。啊，你忙吧，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啥意思啊？来人，小友卡站。下干线，来人！刘秦岭同志，出列。到。秦岭，辛苦了啊！这次又是你带队。为闽越山尊父。师傅，能再快一点吗？这路不好走啊，尽量快一点。行，麻烦您了。同志们，这是一个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。县里的石书记亲自选兵点将，把我们的工程队伍送到了前沿阵地，这是对我们闽越山工程公司最大的信任，是至高的荣誉。所以大伙一定要完成任务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虽然我们闽越山工程公司刚刚成立，我们人员少，经验少，设备差，但是我们是一支有信念、有理想、能吃苦、能打仗的队伍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师傅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前面就是村口了，我在这儿下就好了。在我们26个人员的队伍当中，有17名共产党员。支部要求你们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，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好。王支书、江主任，你们看看有什么要嘱咐的没有？没有了。所以、白书记啊，说得好啊，大家都要记住了，县里能把这么好的活儿交给我们干，那得下多大决心呢？嗯，李副县长前几天打电话还表扬了你们上森灭火的事儿，所以这次咱们出去一定要干好，不能干坏。啊、哦。完了。好。嗯。哎呀。出发。全体都有向左冲。是，外面有车上回头就好。好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
大夫看看，这轱辘都悬空了，不行啊，这边轱辘陷得深呐，够呛啊。哎，这齐天自有天相，你看，救兵到了啊！哎，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前面是芈月山吗？对，没错。芈月山离这还有多远啊？过了这几道弯，很快就到了。您是要去芈月山？对对对，我找你们的白朗书记。找白书记。对，您找白书记，您是？我是湖北建材公司的，我姓顾。这车换的半路了。哎呦，哎呦呦！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这车误了，车误了。您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来，下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您放心，一定好。来，好。哎呦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给弄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这是遇到贵人了，没事，您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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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像远方的群旗，来到了这小山村，挨家挨户串门，你走得那么齐，同坐一条板凳，你情浓一更深。乡亲往前奔，彻底拔掉群根，你出招那么准，愿我小康梦想。